沈行知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一会儿出去再说。如果不现在说，是沈行知，以后就可能没机会了。苏苏，其实我喜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干愣着？后边都赶紧的，手脚麻利点。 喜欢？什么时候了还聊喜欢？先活着出去再说吧。李医生，放心吧，处理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有一会儿了，不过你们说的话，我完全没听见。 早就跟你说了，我们出去再说。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他在这儿。可是刚才梁无尽的人都在，我怎么说？就给我使个颜色都行。我刚才跟你使眼色，但是你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如果真的再不走的话，马上就要被烧死了。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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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